我在面对话题，作为一个美国人，我面对话题是怎么样去分析，怎么样去讨论，所以就从这里也可以学到不同的角度。所以简单的，今天早上先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好，起立，正，起立。我们再次掌声鼓励，谢谢我们刘博士。